三区视频给大家展示了五圣兽队伍。今天应广大粉丝要求，咱们是凑齐了五个机甲队伍：高达战队、人机大战、引擎之星、紧急末日号、无限飓风号、末日机甲。就这排场，我敢说，对面的看到这场面，别说是尿，屎都要给吓出来了。当然，如果你们还想看什么稀有阵容的话，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徐某人我能凑到的，一定给大家凑到。看到没有，五个机器人在一起，震撼。当然，由于英雄的特性，我主动将自己分配到辅助去了。好，机会来了，这凯有点飘，就给他来一下，然后激活阴茎的二段，一个灯笼剑送他上天。哟，闪现补欢，小姐姐补他 ，nice 啊！有我这个最强王者的辅助，就算你是个菜鸡，我都能将你辅助成超神。其实夏侯惇的定位是辅助和战士，不过我觉得辅助更适合他，因为夏侯惇的技能特性，单打独斗他不需任何人，但是他在对线中也很难单杀到敌方英雄。当然，除非你有王者的意识和操作，那走哪都一样。对于技术不是很高的小伙伴，夏侯惇还是建议走辅助路线。你看看我，就是这么一个技术不咋地的小伙伴，也是轻轻松松配合队友拿了四个助攻。请不要否定辅助的存在，辅助往往是整个队伍中除开打野以外最重要的位置。呵呵，长老弟有点飘啊。你真以为我是个辅助啊？找准机会，一脚回头望月，开启护盾，一技能甩，二段灯笼剑，送你回隔壁老玩家。bang！ 呵呵，哇，好激烈啊！这是整场以来最为激烈的人机团战。墨子瞬间被赶剑击杀，支离破碎，然后他们杀人围殴吕布。我在后面帮助吕布的同时，不断寻找时机。nice， 就现在，一招大炮，冷冻飞弹，瞬间爆炸，完成双杀。可以说这场人机大战打得异常激烈。机器人战队以压倒性的优势碾压对方，而后期的小侯惇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辅助了。 M Tank 一个大招瞄准加罗，人肉炮弹，开启二技能护盾，砍塔，甩出一技能触发二段，嘿哈，越塔强杀，妈蛋，三个人追杀我队友啊，真当我们高达好欺负吗？兄弟们回头，我看伤害，我打控制，我能输出。 BAM， 秒掉哪里玩，加罗没得跑，你就会全身去吧。 BAM， 哇哦，还有你没得跑，呵呵，反应挺快，呵呵，但是你以为你能跑得掉吗？闪现接打，棒棒棒棒，嘎里嘎嘎，棒棒棒，嘎里嘎嘎。什么叫做队伍的核心？一个辅助加入战场，就完全逆转了局势。所以大家以后千万不要觉得玩辅助很没有用，玩好的辅助是可以带着全队起飞的人。最终高达战队轻轻松松领先20多个人头，取得胜利。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想看的阵容或者英雄，都可以留言告诉我。徐某乐能办到的，一定满足大家。